巨笔接力赛，每队的每位成员都代表毛笔的一部分进行竞速障碍赛。五个人一起跑到终点后，笔杆成员横抱着笔头成员，在板上写下“高能少年团”，最先抢到印章并盖好的队伍获胜。慢慢来，小心！哇塞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一三小心，一三慢慢来，小心！哇塞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呀！好厉害呀！快回！从那不用这样回，你要这样回吗？旁边回就好了吧？从旁边回。从旁边回就好了吧。哎，然后呢？要向回吗？旁边回就好了吧。从旁边回。啊。从旁边回就好了吧。旁边回，快快快快快！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个脚不倒的哟。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你们俩别碰了。哎呦！啊！你行吗？嘿，妹妹，你到中间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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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领先一半。快，我等着你们！快，我等着你们！啊！大力！啊！大力！我也不要输！大力！啊！大力踩！哎呀，我们还上不去，上不去！可以可以，哇！倒倒倒倒的步，对，快，快，快，走！加油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没事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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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好。大力踩，大力踩，踩，差不多要赢了，是不是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注意。啊，我的鞋！啊，我的鞋！来，走，走，大力踩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踩。扶一个，扶一个，前面扶前面的人。哎，趴头趴过来，头趴过来 ，OK， good。对，好，小心草。摸摸摸摸摸。现在排队行。老农第三棒，我们第四，第五，把他抱起来。看看这么紧张。来，第一点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OK， 来，来，怎么弄？来，你看，一二三，接，脚脚，来高，
铁，疼疼。提上去。往下滑，一起往下滑。右，下，横，左，下。你扶前面吧。点，对对对，竖，然后里面换两画，两画，我帮你拿的那个头，横，哨吧，下去，好，再一撇，粘，横，竖，再横，竖，呀 ，yes， 可以，哎。可以，撇 ，yes， 哇 ，yeah，come on， 下来，下，脚先下，好，竖，来，戳，左，一哈，好嘞。好了，哎，就这样。你看，最重要就是少年团这个团子，团结之力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哦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真是太累了。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鼻头上都是啊？这叫黑头，这么大的黑头，恐怕也没法救了。这一轮的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，两队都非常的努力，完成得非常好。这一轮张大大，很遗憾，你今天将再无法得到任何关于胡家人的线索了。这一轮还有。张大大，很遗憾，你今天将再无法得到任何关于胡家人的线索了。这轮还有。请我们获胜队伍的选手到这边领取线索。完了，完了。张一山那个基本上等于没有吧。接下来每人表述。按照节目逻辑来讲，两位美院的会有一个，我们的飞行嘉宾会有一个，杨子一山和大陆当中一定会有一个。我觉得一山他挺正气的，就是所以我会单票挂给杰婷。好，老胡家最厉害的闺女，胡闺女。我再申一下那个一技之长吧，因为我跟张凯晨都是美院毕业的嘛，就是对于我们两个说，这个不算我们的技能，算是我们的就是正常的生活。哇哇哇！可以啊。但
但是一山老师会武术。嗯，哎，我也是，我平时出门我就是就我就这样，我出门我就这么走。然后刚才我的线索就是一条线，那条线我看的也是挺清楚的，那么长一条吧。一是这样，那一是这样，这叫一呀、啊，一座山呀、啊，这是。合理怀疑，一山哥，因为我之前看的画就有山嘛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张一山跟农农。又有截停说有一个横，那我觉得一山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我投给山哥。一山哥，我们家一山哥哥最有希望。那你一票给山哥吧。全票过。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农农，我原本猜张大大，张大大这局也掰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无所谓，就差不多是你了，你会后悔。好嘞，我觉得之前有一个线索，好字是吧？好字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是里面应该会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，然后小仙女既然已经走了，让我觉得小可爱应该会，我会投给农农。好，表述完毕。我可以申辩吗？你们已经认定我了，没关系，可以把我投掉，那我就是冤枉的，那我无所谓。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刚才给我写的字是尖，这个尖分成两个字，一个小一个大，一个最小的一个最大的，啊，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啊，因为这个尖很难联想是谁。选三个人有谁？首先我要把我排除在外，因为我是大多数，但是你们可以投我无所谓。我觉得张子枫、张大大还有农农。投票环节，我就是被冤死的。那么他们究竟是不是隔壁的胡家人呢？下面有请真正的两位胡家人往前一步。走呀，走出来呀，走出来呀。出来呀。我看看是谁。有请。隐藏的那么深，真的假的？耶、yeah! yeah! 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真的被你气死啊，师哥！为什么？啊耶！我们第一步封印的是子枫，第二步就决定要封印大陆跟。凯晨，你要赢哦！小仙子，哎，你看你的阵容，不用输吧？加油！